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哇，今天天气太热，戴着帽子出来，都满头大汗，还没开始干活就满头大汗。走，我们先往底下去找吧，底下找一下看有没货。走。哇，走，他带起来开始干活，给他认真找一下。哇，这底下的石头好漂亮啊！带不走石头，我带不走，没办法。哇，这边，哎呀，哦。哇，长得跟石头一样。哦，又漏着，慢慢的做了做了。哎，这边，哦，看来天气冷，好东西就是多，都跑出来成脸了。看到一只脚，来，出来，兄弟，哎，该起床了。嚯，看一下它这个嘴巴，看一下放在嘴里面，它会这样子，哈。来，坐了，哦，这个可以啊，挖开线，哇，还这么坏，哎，我刚才我都忘记认真看，是独立的，哇，嘴巴，它在吃什么东西啊，吃得这么开心，来，到我土里面去，哇，都是脚的螺就不要，我们攀石头先不管。刚才看见一只小玉仔跑了，哇，好像是一只小的紫酒菇，然后这个蛤蜊好多啊，太多了。我今天挑战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一排石头都给它盘掉，高难度的挑战。这个大的，哇，这边海蛎螺真的有，看一下，这么小的海蛎螺。难怪这边会有海蛎螺，这小的就不要吧，放在这边等它长大了我再来抓。有海蛎螺仔的地方，一般海蛎螺都挺多的。这螺给它带。哇，这个螺挺多的，不过有的太小的我就不捡，差不多的给它捡走。哇，今天太阳大，然后风也还可以，要不然真的做不了。哇，这几块大的给它盘了，蛮大的。才过瘾，才刺激，小的不刺激。哎呀，盘点大的来。哦，嗯，哇，小螺仔那么多，大螺没有，白费我力气了。再盘，继续盘，都给你盘光了，看你怎么办。哇，有哦，哇，这个海蛎螺，哇，好漂亮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搅拌器，不会是寄居蟹？哦。这个可以呀，肉满满的，看，不错。再盘石头吧。哇，这边，哇，难怪呢，我就刚才觉得奇怪。出来，哇，肉，看石头都被它吸进去了。它这种像海蛎螺，它吸得很快，我们一捡起来它就跑了，赶紧往里面躲，它害羞。哎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可以，哇，今天的海蛎螺好漂亮，然后个头又大，中了，可以，哎，盘盘大石头啊，哇，刚才有只搅盘器，让它跑了，吓了我一下，跑了，哇。哇，长得跟石头一样，这个什么一边黑一边红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肉。哦，有肉，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看一下，这一边壳一边旁边的，哇，好漂亮，这可以，这个肉这么满，可以吗？收了。今天这一边这石头基本都被我盘光了，就剩下这几块，给他一起盘了吧，挑战成功。哇，嘿。哇，这边，哇，两个，哇，有肉的，哇，这个好黑啊，可以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哇，里面满满的，进去，哇，胖的都跑不进去，看一下这肉，哦，这种可以，做了，不错，一切专钓啊，下次给我来两个，这几块给他一起盘一下，没有的话我也挑战成功了。也不错，
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抬住吧，我们先给它照一下。哦，是小螺仔特别多。哇，螺好多啊！我这底下先给它照一下。哇，这个跟海里螺有的一拼啊！这么大的塔螺，可以，这么大塔螺一定要收了。赶紧，那我们往上面找吧，这底下一块都盘了。好了，调整深库。哇，那就不找了吧，太阳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就不去吧。走了，我们再去看一下收获。走。哇，今天收获捡了一点塔螺，然后蜡螺，几个蜡螺，然后最主要是这个，哇，太漂亮，还以为是这个。哇，感谢大大的一条腿的。那就这样吧，这个拿回去煮了吃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喜欢大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走了，回去吃午饭。